高婷就是这个死高婷这个家伙，我这不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那不是我学生会有个学弟负责这次颁奖，高婷留给学生会的联系邮箱和他发送设计稿的是同一个。哎，你说要不然我们这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人呢？而且高婷这个人啊，从来就不跟系里人联系，大家都没有他联系方式。你说吧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说这臭小子。 还来什么建筑学院，还第二名，第二名，他个大头鬼哟，真的是！帮我个忙，帮我把高婷约出来。你还约他干什么呀？你要跟他聊天吗？啊，你要跟他谈心吗？众人直接交给学校处理就好了呀。等一下，不是我们就开除就好了呀？对，跟他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是吧？其实你说他要是这次祸害了南希，他下次肯定要再祸害别人了。 夏瑞，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是他之前的设计稿。而这些，设计事件之后他的作业。哇，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！设计图是设计师内心写照，所以我要和他聊一下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，让你打包他的头。